耶稣行了这么一个神迹，就是五个饼，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在山上使多少人吃饱？五千人吃饱，是不是这样？嗯。那么这群人都跟着，因为在前面就看见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神迹，跟着耶稣走，耶稣就又给他行了这一件神迹。那么给他行了完神迹，这群人就接二连三的找耶稣基督，因为他想拥戴耶稣基督做王，说明从哪里领受了？从肉体领受，并没有从心领受，是不是啊？嗯。所以耶稣早就识破了他们，所以因此又推到山上去了。这一推到山上，这些人找不着，现在找耶稣的人多不多？多。这个普世的教会都说信耶稣的人多不多？多。太多了。但信耶稣都往哪里信？都往肉体信。他做的这件事情是给门徒 用肉体吃的，就像我们吃煮的晚餐是吃在嘴里头的，但你一定不要喂肉体吃，对，一定不要以为我吃到肉体里头，一定不要以为我今天耶稣基督叫我吃五个饼两条鱼就是喂肉体，叫肚腹得饱，就是吃饼得饱的，这不就坏了吗？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课题？现在很多人跟随耶稣都是为肉体的，能够翻道的人说明他都是为肉体，对不对？能够说即使出于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就在肉体里建造的，就在肉体里行为建造，就在肉体里享受的，享受肉体那种情欲上的快乐的人多不多？多。因为我讲基督徒的几个阶段，灵程的几个阶段，我不知道有的在网上听没听过，因为这段时间几乎讲到，只要讲就从呱呱里往外传，只要讲到几乎就是用音频或者呱呱往外传，这样传的就叫你弟兄姊妹在我没来得及上传的时候先叫你们听见，这样先叫你们听见去提前警戒，等以后传的时候你们再听就有基础了，是不是啊？嗯嗯，最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上帝恩待我们。过去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想要听也听不见。现在我走到哪里，只要把电脑打开了，把呱呱上去，把网上去了，只要网络好，弟兄姊妹就能听个完整的道。我在哪里讲，你都能听见。这说明上帝一点一点也使用这个网络，使这个网络为神家服务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做了许多的神迹，你就记住这一点就行。他行了许多神迹，绝对不是为肉体，但他神迹是行在肉体上的，神迹是行在物质界的，神迹是行在人的眼前，对不对？但绝对不是为肉体，绝对不是为生活，乃是为生命。对，这五个两饼两条鱼，如果你能把它看成是肉体上的利益，你就跟这群人没有什么区别了，是不是啊？他们也看见神迹了，都往哪领受了？肉体，都往肉体领受。他们也看见耶稣基督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得饱了，都往哪里领受了？肉体啊，这耶稣基督来了就是给我们肉体吃饼得饱的，是不是都往上领受了？那么今天平月色的林灰灰的，还有小兵的，赵荣基的，是不是啊？杨琼月的，江秀琴的，还有许许多多的，能够听我讲道也有翻道的，包括这翻道的人，最后为什么都去听了平月色、林灰灰还有小兵的？为什么能听他们的？你们想想，南临沂整个一个聚会点翻盘了。从我讲道的时候，上南临沂的。讲道书那时候嘛，人可多可多了。翻道的，听谁的？平月色的。平月色讲哪里的好处？肉体。讲肉体好，就把道给你往肉体上应用。我有一段时间，我会给弟兄姊妹讲应用神的道。这个应用神的道很关键，这道往哪应用？灵。你是往这方应用还是往心里应用？对不对？你是往生命上应用还是往生活里应用？怎么应用这个道？对不对？这道来了我往哪里接受？
把这个新酒往旧皮袋里，那变成往哪应用了？往肉体上应用。有朝一日你一定是翻到那伙的，有朝一日啊，一定翻到那伙的，对不对？嗯，早晚会翻到，早晚会被盗的，早晚你是淘宝那伙的，你信不信？耶稣基督早就知道这群人跟他跑的，看见耶稣行了神迹，把这神迹都往肉体上行，不是为了得生命，不是因见了神迹了就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的，这群人早晚都得反动，可以说是这么追求，就是往肉体里追求的人都没得到生命，都没重生。我说这句话一点不严重，最后你就会知道，就这伙人你都想象不到的他就能翻到，你根本压根你都想都没想过他就能翻到，他就能够被盗，是不是？谁能想到呢？从外面看他们很火热的，很追求的，这群人也是很追求的，到处跑撵耶稣，找耶稣，找到耶稣了都是为哪？都是为杜甫。但我的科举就是说坐在肉体上不是为肉体，却不为肉体，听懂了吗？神的意思是不为肉体，是叫你信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也借着他的名得生命，这是正确的信仰。你可能一瞬间就重生得救了，你信对了一瞬间就重生得救了，是不是？像主的羊这样，你看到外面好像真明白，结果其实不明白。而且取悦之子还夸那个主的羊，他有生命啊，他讲的话有生命啊。我可以证明他没有生命，他讲的话是巧八哥学舌、鹦鹉学舌那伙的，他是学来的，他并不是真正进入到心灵中间。很多的人讲的话，你就能听出来，他都说鹦鹉学舌学出来的，他根本自己没得到这个生命。因此呢，他依然是按照肉体那个利益去跑的，他所有追求耶稣的都是为肉体利益追求的，对不对？对。但耶稣叫你不用为肉体追求，不用为肉体求，不用为生命求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不用求这事儿，是不是？这事早就神早就知道，你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会加给你，你最后你会真正的经历神的大能和同在。对不对？我们今天光喊神与我们同在不行，神还得叫你真正的经历神的同在，对不对？以色列在旷野中间才经历神的同在，喊神同在和经历神的同在是两个阶段，对不对？我信神同在和经历神同在，因为你信得把它表明出来，借着经历表明出来，这才是真正的神同在，好不好？好。最后上帝就会叫所有的追求他的人都要经历神的同在，不经历的人他就不知道耶稣基督今天所行的神迹的目的是什么，是，对不对？对。这一经历就看出来了，就显明出来，有为肉体的，有为灵的，是不是？有为生活的，有为生命的，对不对？对。有叫杜甫得宝的，有叫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哪个好？神的儿子哪个好啊？你看这群人呢，耶稣基督就在这地方行了个大神迹，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得饱，对不对？而且是从孩子手里拿出来的，是不是啊？是。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加利利海我们已经知道，约旦河那个流域那个有一个叫名叫加利利海，也叫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他病人这跟随耶稣都是为什么呢？他在病人身上行的一切都为病了，是不是？嗯，都为肉体了，肉体的病，对不对？
他就不知道耶稣借着这件事情叫你属灵的生命那个疾病得到医治。我讲的医治释放谁听过了？是不是啊？有很多人的医治在哪里医治？在这肉体里医治。他的肉体医治绝对不是为肉体。我敢说耶稣当时想的绝对不是为肉体的，他医治了很多病人，对不对？对，但绝对不是为肉体。是，他叫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了肚子，绝对不是为肚腹。神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是不是？是，他叫不废坏的长存。肉体能不能废坏？食物能不能废坏？对，但今天上帝做的这件事情都是为灵，对，行个神迹都是叫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好因他的名得生命，要得生命，将来在你的身体上进行拆毁的时候也是为灵，拆毁也是拆毁肉体，医治也是医治肉体，拆毁肉体和医治肉体都是有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灵，都是为了生命，不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肉体。到你今天领受错了，把新酒往旧皮袋里装，那么直接导致你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你不能重生的，对不对？这群秋饼得饱的、吃饼得饱的人，重不重生？没有，吃没吃过五饼二鱼？吃过，吃过的。但这五饼二鱼是一个神迹，对不对？是耶稣基督在山上行了一个大神迹。今天真正的因着这五饼二鱼得到生命的人多，还是得到生活的人多？在生命里追求的人多，真正要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多，还是就光知道耶稣基督是要给我做王，供养我们肉体多好，我们在地上想吃什么耶稣就变了，这么想的人多不多？多，太多了，都往肉体上想，所以因此才导致他们到处找耶稣。耶稣早就躲到山上，他们还在找，他为什么找？找为什么找？为这，对不对？并不是为生命而找耶稣，并不是因为认识耶稣才找耶稣的。耶稣是不是上帝所差来的独生儿子？是的，他来了是要赐生命，不是赐生活的，对不对？对，生活就是地上的好处，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是不是啊？就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不用你求，他就会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不让你为肉体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上帝要给一个基督徒比别人更特殊的好处，就是天上属灵的生命，这是最特殊的好处，是别人得不着的。这个是你万万你没办法得着的，你用你自己的方法没办法得着的，是上帝预定给谁的就是给谁的，对不对？这个好处是借着你的信心而得来的。上帝要借着你信心把属灵的好处给你的，对不对？但地上的好处，吃的什么喝的什么穿的什么肉体上的，不用你求他就给你，对不对？他降雨给义人，这不是他们求的吗？世人没求过，对不对？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给的不是求的，对不对？对，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赐福气给好人也给坏人，是不是啊？是，这些都不用求，是不是都给了？对，都给了。嗯，是不是？他就顾念麻雀，麻雀没求吧？是。但地上好处给不给他？给。乌鸦给不给？给。狮子给不给？给。老虎给不给？都给。驴给不给？牛给不给？羊给不给？耗子给不给？都有。蛇给不给？感谢。蚊子给不给？都给。是不是啊？这些地上的事情不用你去求就可以给你了，相信不相信？相信。只有一件事情，今天你跟随主求的是什么？你求他不用求就给你的，还是求必须求才能给你的？对不对？属灵的好处必须求才能给你，属肉体的好处不用你求就给你了，听没听明白这句话？这是耶稣亲口讲的话。你不用为肉体求什么，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不用就
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这是不是应许？就嫁给他，你说嫁给他好不好？好，嫁给他叫恩典，对不对？嗯，这是地上的恩典，听没听明白？嗯，所以你今天你的信仰如何，就能产生出最后所产生出最终的结果？嗯，能否站住，在道上是否能站住？就看你今天的根基如何，在哪扎的，生命上扎还是生活上扎？我跟随耶稣就是为了求美得报的，生活好就行了，不求别的了。你这种求法本身就是错的，这是外邦人求的，所以耶稣基督讲，就是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不用求这些，对不对？我们和外邦人不一样，就是他们得到是地上的好处，不用求都给他们。但我们得到是天上的好处，必须求才能给你。嗯，神岂不把好东西给那些求他的人吗？好东西不是指地上，这好东西是指圣灵说的。神岂不把那些圣灵给那些求他的人吗？不把生命给那些求他的人吗？对不对？这就说明今天天上的好处必须你借着你的求，嗯，追求，对不对？嗯，必须借着你的信心，嗯，凭信心，上帝要把最好的好处给你。比世人更好，对不对？通过了地上的好处，你必须把这个地上的好处引到天上，认识神的儿子得生命这个好处上，嗯，好不好？好。如果你不能把上帝所给你的好处引到生命上，不能把无米二鱼领受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上，嗯，不能把这个好处引到天上去，最后的这神迹在你面前行的你没得着，耶稣也行神迹但你没得着，有没有得着的？有，一定会有得着的。对，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正确的领受神话语的人，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必须把这件事情做在我肉身上的事情，哦，这么大神迹，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神迹，而且在山上用五个饼两条鱼做这件事情，就是叫我认识他是耶稣基督和叫我得生命，对不对？对，原来是如此啊。对，这人是真得着，通过他所行的神迹认识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从天上来的，有这么大的权柄，原来他是赐生命给我的。嗯，好不好？好。我下回找耶稣还是为肉体，对不对？我麦子求，我麦地里的麦子求，对不对？为上学求，为吃什么喝什么求，求也得不到，妄求。难道耶稣说的话错了吗？没错，耶稣是叫你先求生命啊。但你求的方向都错了，这就说明你已经把神所给你的恩典行这个神迹已经应用在哪儿了？肉体上，对不对？虽然行在肉体，却不应用在肉体上。嗯，虽然活在世上，却不为自己活着，乃为死而复活的主活着。对不对？对。虽然用五个饼两条鱼，我却透过这五个饼两条鱼看见了主的生命，不是看见五个饼两条鱼。听没听明白这句话？这才是真正的信耶稣的人，净求肉体的好处，净求属地的好处，净求今生的。神要把属肉体的和属灵的属肉体的和属灵的给它区别开来，嗯，谁为肉体求，看见了五饼二鱼就为肉体求，这找耶稣就是用在耶稣基督做肉体的王，好有吃的有喝的，对不对？目的错不错？错了。这个就属肉体的，神也借着这件事情把属肉体和属灵给它分开。对，兄弟明白是不是？是。耶稣做的这些事可不是
灵是解决你肉体的好处，他要引到生命中间，他叫你认识他。如果你不认识他，他行的神迹在你面前白行的，对不对？你不认识他是生命的救主，他行的神迹在你面前白行了，你没得到他所行的神迹，你没见到他所行的神迹。所以耶稣说，你们并不是因见了神迹，这个见了神迹就是看见神迹背后所隐藏的奥秘。每个神迹后面都不是轻易的，就是这个神迹就为肉体，就对针对肉体了，医治肉体不为肉体，吃饱肉体不为肉体，对不对？对。喝足了肉体不为肉体，是不是啊？是。不管他在我身上行了什么事情，我都往属灵的生命上想。对。主可绝对不是为我的肉体。我能这么想，这说明我是主的羊，能听懂主的声音，这是一种声音呐，对不对？借着五个饼两条鱼是不是一种声音？借着长大麻风十个大麻风医治了是不是一种声音？对不对？是神在我身上显一个神迹，在我面前显了一个神迹，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必须得知道。因为你是属灵的人，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就被神拣选的人，必须知道属灵的事儿。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儿，不是解释属肉体的事儿，对不对？这个神迹不是为了要解释属肉体的事儿，而是要解释属灵的事儿。真正属灵的人才能可以听明白这个属灵的事是如何解释的。他解释了他是神的儿子，他解释了他是基督，他解释了。他借着这件事表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叫我因他的名得生命。他解释一个属灵的事，不是解释属肉体的事，对不对？他创造大地不是为了大地，是不是？也不是为了肉体，他给你肉体不是为肉体，是每个人都具备肉体也具备灵，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肉体的这个身体，也有最后给你一个属灵的身体，看你今天在哪里活着，你为哪个求？你是为我里边的属灵生命更加的丰盛求，还是为了今天的在地上得好处求？就直接的证明了你是属谁的，就直接的都表明了你是属什么的，属肉体的还是属灵的，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就是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郑重其事的对待，不然的话，教会，你看见他们被盗了吗？最后呢，你不郑重其事，你也照样被盗，对不对？因为你追求的方向是错的，你追求的目标是错的，因此就产生错的果效，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把我们整个的信仰端正，是，对不对？耶稣来赐什么，我就得什么。他绝对不是赐五饼二鱼，对不对？你吃到五饼二鱼，绝对不是赐五饼二鱼，他要赐生命的。他寓意告诉你，我是神的儿子，你必须信我才能得生命，是，对不对？叫人信他得生命，绝对不是拥戴耶稣基督做王。这群人是不是要拥戴耶稣做王？耶稣又退到山上去了，是不是啊？为什么推到他就躲避这件肉体上的事儿？因为你追求肉体上。我上河南那个地方，你看发现那个地方，这些人我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开窍。上去大姑姐找我祷告，这要找我祷告，眼珠子找我祷告，保罗那眼珠子不好使，就是祷告多少次他上帝也没给他医治那眼珠子。保罗这个地方有根刺，他祷告多少次上帝也不给他医治。听闻他那口臭味儿，胃口不清，是不是啊？是不是就口臭？但他却说你稍微用点酒，却没告诉你好好祷告啊，却没给他医治。是不是啊？为什么这样？当人明白救恩的时候，你就不再为肉体里，不在肉体里活，不为肉体活着。这个基督徒他是真正的
主的基督，相反不但不为肉体活，你还得预备在肉身上受许多的苦难呢。有没有这话？他不是单单医治了你的肉体，最后还要加给你肉体苦难，医治你肉体为零，给你加苦难也是为零，医治你肉体叫你得生命，给你加苦难叫你得更丰盛的生命，就外体毁坏，内体一天心思一天，你再去求还为外体求，说明你属肉体的，你都已经得生命了，你又去为肉体求，天天有人就是层出不穷的就问这些事儿，你说我一天回答没办法回答，你说怎么回答？好几万人，一会儿一个信息，一会儿一个信息，是不是？不在电话上就在 QQ 上，不在 QQ 上就在微信上，就是不注意的问，他不净问他哪的哪的事儿，净问肉体上的事儿，这说明这群人到底属灵啊不属灵？啊，他都在哪里有？就在肉体里建造，根本没在属灵的生命中间建造。嗯，对不对？嗯，神行了许多，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的神迹，对不对？他行的这个神迹都数不胜数的，但没有都记载在圣经。但记这些事情，你知道记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啊？我能够信耶稣是基督，这是正确的信仰。我能因耶稣的名得生命，这是正确的信仰。这说明我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从创立世界以前就被神拣选的基督徒，对不对，弟兄姊妹？当我看了神迹了，我也毫不在意的，还往哪里求？还往肉体里求，对不对？天天肉体得医治，天天得医治，天天的肉体医治，我说肉体还得死呢。对不对呀？嗯，最后得不得死？死，不死。你们所种的若不死，怎能生呢？马上口气变了，你们总是医治吗？从前没有生命的时候，医治你就是叫你得生命。等得了生命，医治借着这件事情得了生命，还要拆，拆也是为得更丰盛的生命，因为外体只有毁坏，内心才能一天的。心思一天，这是圣经的话，就不是我的话，我还好讲错了。为什么讲错了？因为他就不讲肉体的好处了，不讲他的心意，不照我心里想的想了，所以就是错了。这件事情是上帝定的，是上帝记载在圣经的，是我只不过是个传达人。是你反对我，不是反对我，你是反对神，对不对？你是反对圣经，这件事情不是我发明的，是不是啊？外地毁坏是我发明的吗？啊，我已经信耶稣是基督，得不得生命？这是借着神迹奇事使我得的生命，对不对？凭信心使我得的生命，紧接着往下了，还必须是正确。前面得生命这个地方，方法必须是正确的，看着神迹。不把神迹往肉体上应用，而是借着神迹使我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有因他的名得生命，就方法正确了，就能得生命，就重生了，得救了。下面紧接着得荣耀、得冠冕、得奖赏，不是借着神迹启示了，地上帐篷若拆毁了，就必得神所造的，是不是啊？是外地毁坏，内心才能一天歇一天，才能丰盛起来。是借着苦难，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一同得荣耀。苦难也坐在肉体上，是不是？一病也坐在肉体上，都借着这一个肉体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做得救的，是不是啊？这个神迹就能叫你得救，所以在你身上行了个神迹。第二件事情不是神迹了，是什么？苦难。这就有的人说，我们是在吃奶的阶段，是在什么呢？是在什么呢？甜蜜阶段，甜蜜期，后来呢就不甜蜜了，因为他生命长大了，不需要那神迹。第一个阶段需要神迹，对不对？不需要，没有神迹，你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基督，对不对？得需要有这个阶段。
当你遇见神迹了之后呢，我认识耶稣基督，上帝马上就开始渐渐一点一点渐渐的就给你把奶给你断了，嗯，不让你再吃奶了，得叫你吃干粮，对不对？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永远不会熟练仁义的道理，那永远是婴孩，不能长大成人，不能长大成人，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就只能吃奶。只要吃奶的人都是婴孩，不是大人，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嗯。我讲的这个课题，现在就对整个教会中间很重要。往肉体里追求的不，现在你就怎么跟你讲，他也是往肉体里追求，使劲往肉体里追求，就肉体得好处。听不听明白？嗯。你看他祷告，你能听出来，他都是为肉体祷告。嗯。听没听明白？嗯。就都为他肉体的祷告，就说明这个人起初就在肉体里活着。是。是不是啊？求耶稣的，就都在肉体里求。嗯。往下看啊。第三节，第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耶稣上了山，耶稣行这个神迹五饼二鱼是上山行的。他为什么要在山上行，不在地上行呢？山上是没有东西的，是不是？山上是没有村落的，村落从来没有在山上。你看哪个村落是在山上的？他为什么上山？上山是躲避人群，躲避人群就寓意着没有供应，没有供应的在行了个神迹，在他真正的显明了神儿子这个从天上来的能力，对不对？彰显。那么今天上帝要把这能力在耶稣身上彰显，也要在你身上彰显。只要你信的对，是不是？你不要以为今天神招了我就叫我得救就行了，不是这样的。神招每个人都不是突然的，都是早早就预定好给你得荣耀的，是不是？不单叫你得救，而且叫你得荣耀的冠冕，要与基督同作王的，他给你这样的机会，对不对？对。所以他找一个山上的，找山上的，你想求上村落里找吃的都很难，上从山上再往村落里跑很难的，所以他找一个山，坐在山上，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逾越节是不是宰杀羔羊的时候？嗯，哎，他就带领门徒上山了。那个犹太人的逾越节都在耶路撒冷过，对不对？但耶稣基督却领着这群人上哪去了？上山上去。嗯，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人多不多？多。这群人都有生命吗？都跟着耶稣，是不是啊？嗯嗯，都上了山。耶稣是为这群人的肉体，是为这群人的灵魂，灵魂，所以把他们带到山上去。耶稣望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为什么对腓力说呢？他知不知道腓力心里想的什么？他知不知道腓力今天这个信心有多大？知道，故意的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耶稣知不知道？知道。他为什么变腓力呢？是信心。啊，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不是单要试验腓力，腓力只不过是被耶稣试验一个代表，他要对每个人的信心都要试验的。你今天你怎么信的，对不对？你是如何信的，神都知道，你信心多大神都知道。神今天目的是诸恶的试验，叫每个人都得合乎他的心意，你的信心都得合乎他的心意，是不是？这在什么情况下上山？上山代表是什么也没有，找不到吃的，对不对？嗯。就孩子带了一个五个饼两条鱼，就着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做了一个大事。往下看。
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耶稣早就知道要怎样行了。耶稣知不知道孩子手里有五个饼两条鱼？知道。五加二等于多少？七。七代表什么？完全。所以这里面说一把面一点油，在以利亚的手里就可以变成了这三年不能饿死，就变成许多的饼，能不能？这就是跟耶稣基督在山上做的这件事是相似的，这说明他是神人，神人就能做到这。耶稣基督是不是神人？是。以利亚是不是神人？是。以利沙是不是神人？是。摩西是不是神人？是。你是不是神人？是。耶稣做的事情你们也要做，并且做得比这更大。他不是叫你今天肉体得好的，是要使用你在你身上展现他属灵的大能，对不 对？用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对不对？对。好，往下看啊。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他往哪想的？又是他往银子上想，他不往主身上想。这说明腓力对主的信缺乏，大呀是小，这是小信呐，跟没跟耶稣跟了。但他的信仰他都往哪上信呢？往银子上信。这20两银子没指向基督，不认识耶稣。耶稣在前面行不行许多神迹？行。因为在前面第二节有没有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所以有许多人看的神迹只能在病人身上。挪一个地方五个饼两条鱼，他不往这想，主是有大能的。他立刻往那想，往银子上想，说明他的信仰是死板的信仰，是不是啊？嗯，主就能干这些事，就不能把耶稣基督看成是全能的神。耶稣是不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对不对？对。你的信仰是不是耶稣基督只单调的就是一个能医治病了，山上没有吃的这件事，他是不是生命的粮？嗯，啊。前面提没提到他是生命的粮？对。后面提没提到他是生命的粮？耶稣是不是生命的粮？是。所以耶稣做这件事就是要叫这些人包括腓力都在内对耶稣的信不够的，对不对？嗯。都是在眼见里头信的，都在肉体临时信的，并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嗯。是不是啊？嗯。所以耶稣才做了五个饼两条鱼。往下看，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个什么呢？听，安德烈有没有信心？有吗？有他人说这五个饼两条鱼只分给这个人算什么呢？这能分了吗？没有。有没有信心？没有。哎，这就五个饼两条鱼那分不够啊，就这个意思。分给个人这算什么？这五个饼两条鱼算什么？这能分开吗？一人吃一点点也不够啊，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嗯。说明安德烈有没有信心？没有。腓力有没有信心？没有。有没有？嗯。那彼得呢？啊，约翰呢？这都没表示，是不是啊？嗯。这就说明整个门徒就只出来两个代表，一个是腓力，一个是安德烈。就这两个代表就已经告诉，这就反映了整个这个门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的信心到底有没有，是不是啊？主不住地在各样环境中间来试验门徒的信心。海浪是试验彼得有没有信心？哇，船灌满了水，是不是啊？我们快要丧命，你不在乎吗？都在哪里活着？对不对？嗯。所以主知道人的心，你到底怎么信的？主知道，
因此呢，他在这山上行了一个神迹。行神迹，那些没有信心，照样没有信心，跟着耶稣基督把那神迹仍然往这上面应用，把神迹变成求饼、吃饼得饱的，坏不坏了？坏。没有真正的借着神迹认识这一位大能的主，嗯，没有真正借着神迹认识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行神迹，绝对每一个神迹都绝对不是毫无意义的，都绝对不是为了肉体就这么简单的为了肉体的，对不对？他行多少神迹都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就是把你的人引到生命的路上，对不对？叫你从生命这角度去认识他，不是从肉体这角度去认识他。好，再往下看。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在那地方的草多，那地面上很多草，青草，是不是啊？嗯。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耶稣为什么叫你坐下？坐下代表什么？安静。安静等着，安息。坐下可不是坐下，叫你安静等着。是不是啊？你坐下，一个坐下的人才真正的不慌不忙的，是真正凭信心坐下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叫你坐下，不用你动，我给你分，我给你掰这5个饼2条鱼，好不好？你安稳地等候就行。往下看，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今天通过了分肉体的饼，想到了分属灵的饼，应用在分属灵的饼，都按照你所要的给你，你所求的，你所要的，叫你满足。这时候你就必须把这个分饼这件事往哪里头应用，往灵里应，千万不能得饱，不负得饱，好不好？嗯，要不负得饱，这个神迹摆在你上白行了。这是神的儿子，对呀，这是基督，对呀，他分的不是肉体的饼，而是生命的粮，对呀。听没听明白？这就对，这个信仰就对了。把信仰耶稣做的事情往属灵上应用，不要往属肉体上挂科，好不好？有多少人往属肉体上挂科？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生活好，跟随耶稣卖地好，是不是啊？老母猪好，是不是啊？哪都好，宅子也好，我们家的宅子。宅子好不好？都好，但圣经说将来你的宅子被抢光了，嗯，这矛盾了吗？家产家业被抢光也是甘心，这不矛盾了吗？那么信耶稣信来信去，家业被抢光了，但也甘心，这就得赏赐，因为他们有长存更美的家业在天上，对不对？嗯，是。神的话绝对不是矛盾的。他来了也不是为你肉体的，好不好？是你为肉，你肉体跟世人遭遇的是一样的事。对，他怎样你怎样，他老你也老，他掉牙你也掉牙，他花眼你也花眼，他白头发你也白头发，是不是？他聋了你也聋了，他驼背你也驼背，是不是啊？他老了你也老了，他进火葬场了，最后你也不往别的地方进。听懂了吗？肉体遭遇都是一样的事情。他不是为肉体，你别把人领来领去领到肉体，领来领去转来转去转肉体，说明你是属肉体的，对不对？你根本没重生，你当然把人领来领去领哪里了？领肉体，都肉体得好处。现在肉体得好处的人，讲肉体得好处的人可吃香了，你信不信？信。在
信徒面前可吃香了、嗯、人都愿意听这肉体得好处的，但耶稣基督来做这件事绝对不是肉体得好处。是，如果肉体得好处，耶稣就不能推到山上去，推没推？离开他吗？你看这群人完了，我做了一个五饼二鱼这么个神迹，相反没有唤醒他们的灵，使他们到追求肉体的好处，你说耶稣躲开他吗？这些属肉体的人是完了，对不对？是不是弟兄？是，这倒是异端吗？不是，真道，真说这倒是异端，这说明圣经就是异端，这是真有恩，深道，这是真正，这道要是异端，再也没有正端了，是，还哪有正端了？真就，这就是说，有人攻击我，就是因为他活在肉体，我在基督里讲，他在肉体里讲，那当然他说我是异端了，是，有这个道。我讲成属灵的，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必须往灵往生命上带，我不能把弟兄姊妹往肉体上带，你操练往肉体上带，一点点就把弟兄姊妹带到肉体里头，不信你试试看，他保证就追求肉体的好处，是，是不是啊？是。那么耶稣做这件事是为肉体吗？不是，不是的，你先告诉你不是的，他就是叫你得生命，他就告诉我这话虽然是坐在肉体上，但他不是肉体，他不是为肉体，他乃是灵，是生命。五个饼两条鱼是生命的粮，对不对？对。但借这个孩子奉献出来了，就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小孩这时候拿出这个饼，从来没有吝啬，就拿出来，就还待着。所以这从这中间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教训，就是。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断不能成熟神童。小孩是往外拿的，这群人跟随耶稣是想得的，我哪得？我肉体是得。你看他赶不上孩子，孩子这时候大伙都在等着他舍出来了。孩子是往外舍的，对不对？如果孩子不舍，这五个饼两条鱼就不能分给五千人。听没听明白？真正的舍出来的人是有生命的。对不对？真正去追求肉体不负的好处的人是没有生命的人。你可以在网上，你可以听听这些属肉体的人凭约瑟讲的东西，那能听吗？我讲真假诚意，完全把他们全部翻盘子。他们那也讲阴性诚意，我从前没讲阴性诚意的时候，很少有讲阴性诚意，也就是律法分子那讲阴性诚意，他们这边讲那边否，地位诚意他也讲诚意，他是地位诚意，但他从来没有诚意这件事儿，灵性诚意，肉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不是这么讲的。你看他们有，就现在这些讲阴性诚意，他也不是讲肉体因罪而死，心灵因义而活呀。是，他们都讲，咱们诚意了，诚意好，追求肉体的好处吧啊，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大大张口，大大充满，都是这么讲的。最后把人都带到哪里去了？嗯。肉体里，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不信，你上网上你搜一下，你可以看一看，他们也讲阴性诚意，他们讲来讲去给你讲到肉体的诚意，所以就追求肉体的好处，就跟这些吃饼得饱的人一模一样的，保证。耶稣在这里是责备他们，是夸奖他们，责备他。往下看，一下就吃饱了多少人呢？五千人。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要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多少？12篮。剩下的装满12篮的，表明旧恩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旧恩临到犹太人，这都讲属灵生命的。嗯，旧恩最后临到12篮的代表以色列12支派，全家得救，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啊？所以他们是吃我们剩下的，
这说明我们是在前头吃，我们是长子。是这个宴席就是一表着外邦人先得救，剩下的那十二篮子是以色列民最后全家得救。十二代表以色列，对不对？是不是啊？是，是不是属灵的事儿？是，不是肉体上的事儿，对不对？对，他可绝对没事弄，为什么弄十二篮子呢？有许多人去讲十二篮子，去讲那十二篮子去。一多生就讲那十二篮子，讲来讲去讲那十二篮子，讲什么东西啊？讲那剩的，他没讲那前面的，他讲那后面剩的。嗯，剩的都是次子才吃到剩的。是，咱们吃的不是剩的，咱们是耶稣亲自掰开的，咱们是先吃的，他们是后吃的，就是救恩先离到外邦人，外邦人先吃饱了主的生命粮。剩下的给谁呢？犹太人，这十二篮子就代表犹太人，听没听明白？别往肉想想，好不好？耶稣做什么神迹，他都往生命上挂钩，你都别往你自己的肉想。他虽然是坐在你的肉体上，一定不是为肉体，不要挂钩在肉体上，好不好？他的确行了神迹，但目的却不是为肉体。但你别在肉体中间去追求，你在肉体中间追求什么也得不着，你是妄求，神不会给你的，对不对？哪一个在肉体中间追求的人神给他，对不对？弟兄姊妹，走来走去人就为肉体求了，说为吃的求，为喝的求，为用的求，这耶稣讲的话就白讲了吗？不要为这些求，这耶稣亲口说的，不是王一浩编造的，对不对？求也得不着，都在肉体求，你操练什么？操练肉体。现在叫你操练是哪儿？境界，唯有境界。对不对？什么叫唯有？唯有就是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就唯独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唯有境界。有100个人，99%的人都求肉体的好处，只有1%的人才求属灵的事。你看在圣经里举的例子都是这样的，不少。100只羊，那100只羊被撇在旷野，其中有一只丢失的，他就找了一只，因为找着了知道感恩了，就像外邦人一样，外邦人就像那一丢那一只羊，犹太人就像那99只被撇在旷野，叫他们流浪去吧，是不是啊？外邦人那一时被耶稣去找到，都是以少和多之间的对比，对不对？对。你看这么多人，一共5000人，都在这享受着耶稣基督用5个饼2条鱼掰开的属灵的，是不是啊？嗯。天上的灵粮。是的，阿妹。有真正的往那个属灵生命中间领受的，特别特别少的。嗯。都往上点，哎呀，今天神行神迹了，感谢神，赞美主给我恩典了，哪恩典？哪恩典？下回他们还找耶稣，还找耶稣，还找这个恩典，你信不信？再下回还找这个恩典，输血期的没重生，保证没重生。他们也看了，但是没重生，他没有真正的往生命上想，对，对不对？看见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却不以神迹往属灵生命上应用，却往肉体上瓜葛。你说这些人能重生吗？啊，这要能重生就怪了，因为你把道装错地方了，能重生吗？把新酒装进旧皮袋里能重生吗？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能重生吗？我就给肉体信的能重生吗？我得给灵信的才能重生，对不对？对，信对了才能重生，信对地方的才能重生。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什么招上的多选上的少？很多人被招上来的，喊耶稣的名字不少，吃大麻烦的也是这样，都喊耶稣基督，但真正得生命的只有一个，剩下那些都没有得着生命，没得生命他来找耶稣有什么用了？
他肉体得医治了，这就好了，就满足于肉体医治了。他却不知道他属灵的那个生命没被医治了，对不对啊？他就又回到犹太的祭司那里去，回到那个祭司里面，那叫旧的祭司。到基督这个新的祭司面前，你才能真正能叫你得以完全。旧约的祭司能完全吗？不能完全。耶稣基督还是告诉你，叫祭司查看一下，你看我做的神迹和你们到你面前没完全，到我面前得医治干净了。他绝对不是叫祭司给查看一下。耶稣说的话就带着一种什么挑战，那些旧约的祭司，对不对？挑战他。听清楚了吗？因为这是希伯来书说的，旧约的祭司要能得以完全，还用另外新约的祭司照着麦基洗德，不照着亚伦等次吗？这说明不完全，耶稣才告诉叫祭司查看，叫那些祭司你看看，我今天所行的跟你们所行的一样吗？到你们面前没有一个完全的，而到我面前十个都完全了，十个都得洁净了，对不对？但其中有九个没从属灵的生命上领受，都从外面领受了，只有一个是从生命上领受回来来感恩了，对不对？听懂吗？好，咱们一会儿来闭目。亲爱的救主，在天上，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的聚会。我相信主，你必叫你的教会复兴起来，叫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复兴起来，因为今天教会需要你生命的道，不需要生活的道，因为生活的道不需要我们来讲，世人就可以讲生活之道，我们讲的是生命之道，跟所有的世人讲的不一样。我们得的是属灵的好处，不是得肉体的好处。凡在肉体里活着的，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他们找耶稣也白找，因为他们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求饼得饱的。求你来按照你的旨意带领众弟兄姊妹的心灵，凡今天听见这道的，使他们的心意都向你回转，使我们真正的在基督耶稣里寻找生命之道，在基督耶稣里得回自己的生命，不是为肉体，不是为生活，不是为今生的，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求主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照着你的在圣经所应许的话语成就在我们中间，使更多的弟兄姊妹都能明白你的救恩，是那些被盗的就交在你大能的手中，是你拣选的儿女就使他们回转过来，不是你拣选的儿女就任凭他们走下去，因为他们走了选择了一条被盗的路，选择了一条灭亡的路，是人们没有办法能够使他们回转的。你若不怜悯他们，他们自己也没办法回转过来。按照你的旨意带领他们，求你给我们能力、权柄、各样的神奇启示，随着我们做见证。因为今天正如你给保罗带着刑杖去，今天你也给我们这样的刑杖，使我们也借着刑杖使更多的人顺服下来，要责罚一批人，使那些不顺服的人受责罚，使顺服的人更加顺服。谢谢天父，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求你在天上应允我们的祷告，愿感恩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下午是2点开始聚会，2点开始聚会。